看看哪儿。妈，妈，你让我们给夹呀。那高了，不要掉了。妈。你哥你哪还不错呢？你看，都搁那么那老老老了，哪块儿你哥哪块儿是？还不错呢。这回我们老李呀，给他送了吧。咋了呀？哎，这老李，都把我接住呢。抱我，就把那饼拿来抱那吧。老汉热的你打。你干啥呀？豆豆，谁抱着你了？豆豆，这怎么了？你看长乖了。长胖了。去拿点水。哎呀，不了，不用说。那上那橘子你咋弄的呀？倒不倒啊？你那边多少说了，排这里头。哎呀，哪说呀？别橘子嘛，这不。这么不免费车的呀？这还有个说？你有把那个大头呀吗？我都不用说。哎呀，我的天呀！你吃不吃呀？嗯、你吃不吃？那你家都做了吗？做了三个了。三个了，出的啥样啊？出的好多的，出的好多的。好多啊？嗯。出的啥布啊？白布。白布。哈哈哈哈哈！出的白布。那你叫俺家看见，俺家没招呼好。出了就是黑布。那别管他呀。那他这样子呢？煮着都煮了了噻，放到那筐里头，放到筐里了弄那簸箕囫囵囫囵面，囫囵了了搁到这，你就找个那干净东西搁这上去晒了，晒的约摸着翻翻的离手了噻，离手了往那布袋里一装，一摊就摊着这么毛厚，菜呢叫这口一窝就不用管它了，俺那一起来八天，搁那布袋里头，哎呀，讲究搁布袋里头啊。又不是说又变呢，哈哈哈哈这厉害我的娘啊，这就装进这啥，这是个布袋里啥，我一装进这手拆这里一弄平稳里，就有这一字多二字多重，叫这口一弯就不用管了。你的妈妈地下搁到那，妈妈就搁在地下呀。地下放俩布袋，放撑开俩布袋，这浆子往这一放，这是个布袋，这地下俩布袋往这一放，就不用糟蹋了，出那布啊，硬一摞的，好多嘞。俺那是底下垫了个布袋，他不透气了，他长往在那黑布。他垫的啥布袋了？俺俩塞的，俺俩塞那个不透气的。那不是啥？手不干净布袋，地布袋。不干净布袋不透气，他那还黑还腻。就是一样黑的粘。这个长到那稀溜溜那布袋，越布袋越稀也好，长那透气的。这是啥玩意儿？着了吗？行啊，那不是那包跟爹来的，给俺弄半包，恁处理好，咱弄半包呀，你待会去尝尝。中啊，是啊，这闺女快说了。哎，快了。哎呀，十九。哎，三哥呢？那是他是七月初六生。啊，比他大半月。他那都慢着都跟着床上都爬着都会站起来。都会站了。站起来能搁手了，你俩都敢，你俩都敢走几步了，快。你看，这叔叔奶奶，他哥哥。哎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咱们上午的视频关注徐国视频，听不拉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回去了就按照俺拿了三份，咱也弄的会。走了，走了啊，走了吗？走太慢了，看到他说的，咕隆咕隆亮亮，走，亮亮亮的，摸着你手了，可别叫老热了，老干了，老干上天不好不。好。